还有世豪哥，我们戴佩妤里长的先生，几位我们里长候选人都在台上来一起陪善哥和陪静平，在场所有的这个我们乡亲长辈，大哥大姐，大朋友小朋友，大家早安，大家好。希望大家一切顺利，敬祝大家平平安安的黄靖平哦，还有我的好朋友耀仁兄，我们里长候选人哦。那在这里，靖平要感谢这么多的乡亲长辈，这么多的好朋友，这么多的我的前辈来这里哈、哦，爱红姐里长啊、一起到台上来啊、我的本家中心，他是我们平镇区中正里的这个里长哈、还有我的主任委员哦，党部的主任委员谢颖姐哦，谢颖姐来，我们主委哈。一起来我们这边帮忙靖平跟我们善哥，希望11月26号选举到现在还剩下20几天而已，能够让我们一号张善政当选未来的桃园市长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当然靖平也希望能够当选市议员，我是3号，3号就是万事 OK， 希望能够继续连任，大家常